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品牌相对小但性价比巨高的显示器，比如胜色、泰坦军团、松仁等，大几百块就能买高刷加 IPS，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参数拉满，支架拉胯，甚至部分型号连基本的旋转都做不到。如果你有这样情况的显示器，并且尺寸在27寸以下，可以来看看这款松仁的显示器支架 T6818， 只需要100不到就可以拿下。只要你的显示器有 VESA 接口，就能够适配。通体采用金属材料打造，承重能力可达7公斤，在安装好显示器后不会出现晃动或者沉头的情况。虽然价格不贵，但质感和耐用性非常的好。在活动性方面 ，T6 可以支持360度旋转、180度臂展。以及上下135度倾斜，不同身高人群都能调整到最佳坐姿使用角度，而且颜值也要比廉价的自带支架好得多，桌面空间可以省下来不少。总体来看，就是做工出色，实用性强，外观也好，说不定只要100的预算就能激发你的电竞梦想呢。